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七月七日公司大语台 AM 新闻，我是陈怡晶。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仔日增加23,000+的本土病例，79例死亡。有医师警告，伤过操劳的人确诊，恐惊引起重症死亡。台南咸水放螃蟹炮，今仔日起过，沿路放炮啊，明仔载元宵大炮声要放200万支的螃蟹炮。北极寒流伫苏美国真侪所在断电，身躯感觉的温度是-79°C。啊，若地里火烧山，有人走袂赴后会消失。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疫情。今仔日增加23,349的本土病例，79例死亡。有专家表示，大部分的死亡病例拢是无注满2剂疫苗的老大人。那准两礼拜后，死亡人数阁遮悬，都代表各风险族群保护力犹原无够。另外，有医师警告，伤过操劳的人确诊，恐惊引起重症死亡。新冠疫情继续退烧，初四拜六增加23,349例本土病例，比顶礼拜六同期减少14%。中重症188例，死亡79例。有医师警告，过热若讲得病，恐惊造成严重肺炎。顶日有一位60多岁男性无特殊病史，因为长时间工作过热，今日一回确诊了后，引起严重肺炎，出现大白肺。虽然紧急整夜科目有缘不幸并发脑出血，抢救立即间不幸过身。因为年纪大的话，他可能肝脏所带来的那个凝血功能可能也不是很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会有些内出血的可能，那所以说在那个加护病房常见这些插着叶克膜的病人，那很可能最后都会出现有脑出血的一个状况。农历春节过了后，本土确诊数也超过30,000例，这几天病例数虽然有下降，但过死亡人数也是真高。指挥中心推断是过年了后汇报通报结果。有专家表示，死亡个案多数是无完整注射疫苗的中者，显示脆弱族群的保护力真需要加强。那两礼拜了后，死亡人数有完整关系一个警示。理论上来讲，我们现在确诊数是在下降，所以到下个礼拜应该死亡的人数会更低才对。偏高就表示说，我们医疗上是不是有什么缺失？专家强调，新冠病毒一直变异，少年人得病多数是轻症。那对中者、慢性疾病者，尤其是有晒伤力，得病了就有可能变成重症。而且，注射新冠疫苗抗体只能维持半年左右，所以建议民众应该追加注射次世代疫苗，保护家己也保护家人。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咸水放螃蟹炮，今仔日是闹热起高。前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活动的规模缩小。今年防疫限制改进，恢复沿路放炮的传统。明仔在元宵大炮城要放200万支的螃蟹炮，吸引侪游客来参加。为了确保安全，警方明仔在下晡就会启动交通管制。开炮！开炮！点着风炮，伫国际出名的特殊民俗盛典——台南盐水风炮，提示早起伫盐水目标点着，吸引来自各地游客。伫安全无强装备好风炮来炸，当地民众个个是从细汉参加到大汉。盐水人都过来，每年都来，一定都来。第一次参加，第一次参加，对。啊，心情感觉怎么样？很紧张啊！风炮四季能和民众共进刺激。盐水风炮前两年受疫情影响，规模范围拢限缩。今年因应疫情，豆豆解封，拜六登场的盐水风炮开放传统的烟炉棒，两天所放的大小炮声大约有200座。那拜日暗伫盐水国中运动场集中放的主炮声是由4座大炮声组成，风炮组数大约有200万支，是关小梅的重头戏。这个演员有真久，但是啊，今仔日咱主要是要来让这个炮城会当开始啊启动，吼啊，那为今仔日开始到明仔载啊进入一个高调啊，进入一个高峰。新旧遥景，祈求气度温热，台湾平安。因为元宵节当地会爆发风炮，警方下午拜日下昼3点起，伫市道172线、省道第19线进入盐水市区的各路口做汽车进出管制，也提醒民众唔通将汽车停伫盐水街路，以免被风炮破坏引起火灾。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立春，真侪人爱补上班。气象局表示，因为华南分区外过来，东北季风也变强。今仔日全台湾云较高，北部甲东半部雨落较粗，中部毛低渐好。啊，那南部是侪分好天。这款天气会维持3天。明仔在元宵，北部的乡亲若要出门看花灯，都要会记住扎雨伞。
透早有挂凉气，袂少人穿大外套出门。初时周八是补办节，也是立春。受华南分和苦冬雨加东北季风增强影响，全台各地分量偏低。中部以北天气转阴，落雨几率提悬，尤其是北部、东半部地区落雨较明显，气温也降到15到18度。北部跟东半部地区整个降雨情形会是比较明显的，那在中部地区来讲的话，则是云多，然后偶尔会有一些这个零星飘雨的一个状况。那南部地区来讲的话，这个天气上来讲都是没有受到这个太大影响哦。气象局表示，未来三天拢是安尼天气形态，暗过初五礼拜日元宵节，东北季风会稍微减弱，各地气温稍微回升。北部温度应回到10度左右，南部是15度以上。北台湾民众若是要出外先回顶，最好是扎好裤。北部都比较是湿湿凉凉的天气形态，然后中南部的话，尤其是比较靠内陆地区的话，可能温度会比较高一点点。好，所以在南来北往的一个温差上来讲，也是比较偏大的一个情形。气象局提醒，初七下礼拜日东北季风阁增强，北部阁转做湿冷的天气形态，南部是维持侪分好天的好天气。最近天气变化真紧，无稳定，而且底下温差大，南来北往的民众爱记穿好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最新的消息，金马小三通春节专案初六就要到期。刘伟辉表示，行政院已经同意小三通会继续开常态化，不过同款敢若开放金马、金门、马祖的中国配偶和民众。接下来来关心，疫情以来台湾甲日本头一届包飞联机对飞，要安排时阵到台北的松山机场，有179位日本旅客来台湾省5天4夜参观台湾灯会。咱台北市甲日本爱媛，因为拢有一座松山机场，2013年签交流协定，启动包飞联机对飞。今年拄好满10年，预告即届包飞联机会当予台湾600万的观光产值。去年开始，彰化、云林甲台南的两家场拢传出鸟仔济 H5N1 的灾情，拢总卖掉72000多只鸡仔。啊，那美国嘛，因为禽流感造成两个价效大起，伊个最近的价效有机会会较稳定。车慢慢仔开，慢慢仔行，继续喷出消毒药水，为着防堵禽流感病毒。嘉义县加跳一边防治所人员，伫过年10天假期防疫无休假。伫这个场外甲大路，总共执行1180场次的消毒。场外就是包含一些港机场的公共密集区啊，还有一些周边道路等等。我们会全面的派遣消毒车去逐一的做消毒，主要原因是想降低病毒量。全球禽流感疫情真严重，国内市街场也发生 H5N1 疫情。不过一批还未喂到的白肉鸡场业者讲，建立这个密闭式水帘护啊设施了后，大大降低饲养风险。它冬天一来就可以保暖哦，再来就是我们的家禽不会跟外界的候鸟。在去农委会主委陈吉忠来到嘉义县视察，伊讲要2000个土鸡场、2000个卵鸡场，设备也有待改善来提升，才发到入到肉鸡场。像国内卵鸡场喂到 H5N1 依然伫个位数，对去年底到即阵5个饲鸡场总共破杀72000多只卵鸡。农委会评估即阵经营无受到影响。把案件压到最低，所以才可以让我们全国的消费者，那我们在鸡蛋的供应。我们在不管土鸡、肉鸡的供应，那供应为。对去年十月发生禽流感疫情了后，国内扑杀大约64万只家禽，加日本扑杀超过1000万只，疫情是相对稳定。而美国为着防堵病毒，更加扑杀4000万只禽类甲鸟类。美联社报道，一打普通的鸡卵甚至比前一年贵一倍，消费者是买甲哀哀叫。美国农经学者分析，价效伫去年底是上贵的，每日甲细菌会使慢慢来回温。记者综合报道。过去大家拢认为讲用食物的淀粉、糖分做出来 PLA 材质这款杯啊、甲盒仔，会当让食物分解，会较环保。不过论斤来讲，市面袂少 PLA 材质拢有染塑胶，而且回收了后，爱伫特定的环境才有材料分解。即阵环保署宣布，8月初1日开始，公部门、学校等等8类场所拢袂使再用 PLA 材质的免洗碗碟。
有飲料店業者的使用這種 PLA 的塑膠杯，因為這和 PET 不一樣，是屬於生物可分解的材質，不過也是有破壞環境的問題。環保署表示，自八月初一開始要禁止八大類場所來使用，這陣子會開始收集各界意見。针对六个项目了，就是所谓的杯碗盘碟餐盒跟餐盒的内衬。那其实这个因为 PLA 的一个特性，它不耐高温，只有少数的这一种 人品的杯子的使用，可能还有用到这一些 PLA 的材质。比较 PET 的玻璃板是回收古再制成其他塑胶制品，生物可分解的塑胶 PLA， 虽然讲会当分解，不过就要在特定的环境堆肥，温度50度，时间是要2个月以上才通分解，佫会造成即马回收的问题，影响分类古再利用的品质。在这个部分，它不见得是适材适用，它没有办法去发挥生物可分解的优势。那如果说有民众不知道把生物可分解的这些餐具丢到环境中，其实它也是不容易分解。环保团体认为，这种 PLA 材质通有别项的用途。环保署嘛表示，因为即阵环保意识已经偏向家己早餐具甲中号使用，加上后边旧年嘛禁忌 PLA 袂当乌白用，所以按算预告修正，甲 PLA 免洗餐具纳入限制使用，八月开始开闸，违法会处6000-6000元。记者台北台北采访报道。中国的间谍气球在美国的天顶出现，引起争议。咱国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每一个国家拢应该爱尊重各国的领空权。有学者就认为讲，中国的做法会和美中的关系更加歹。另外，咱国的中科院预告后礼拜一拜日在屏东的九平基地试射飞弹。外界咧叫应该是射1000-1200公里远的雄型飞弹。中共取消侵略台湾，国防部七日发布，中共军机8架次、军舰4架次侵略台湾，其中一只战机超越海峡中线，一只反舰机进入咱西南空域，为了反制中共威胁。中科院继续研发各式飞弹，部分飞弹采批量生产阶段政策，预计7/6/7在屏东的九平基地进行试射，研判是雄型飞弹来进行试射。射击通报显示，中科院未定 L 型的境界区。学者分析，因应雄型飞弹射程1000-1200公里。如果假设它是一种这个四因素的巡弋飞弹这类型的武器的话，那它可能就会在这个利用这个 L 字形，就是来模拟它的这个可能预设转折点啊等等那个。模拟它达到这样子的，看看它能达到这样子的射程。中共情报船最近一直出现在台海周边，加拿大收集飞弹电子参数。学者讲，雄型飞弹用提供中共对台组建的部队，东部战区甲南部战区攻击重要军事设施。而雄型飞弹甲雄二飞弹共用生产线，年产量上最131粒。另外，中国侦察气球进入美国领空引发争议。行政院长陈建仁讲，每一个国家应该尊重各国领空权。学者分析，中国安尼做已经动到美中敏感的神经。中国他这样做法，第一个他认为可能就是美国不会在意，因为以前有几次类似的案例。那第三个就是说，他可能就是要收集这种情报资料，供给他的弹道飞弹部队，因为我们知道，美国跟中国他们未来可能有核武的竞争。中共近年来加大对台湾猛攻武吓，新上任的国安局长蔡明健提出八大政策方针，除了加强国际合作、增进情报交流，也要全力反制中共对台湾的渗透。因为明年总统大选，蔡明健强调会积极掌握维安有境的情报。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去南投参加新春团拜，嘛替要拼立委补选的前县长林明进游声势。林明进请乡亲甲支持，嘛批评民进党刷落来可能会生话甲抹黑。啊，那民进党的蔡培辉是质疑林明进伫南投市起的好野厝，真是为倒位来。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这次来到南投行透透，除了参加新春摊牌，也会到伫南投第二选区补选的前县长林明进有关消息。那民进党主席赖清德初五也要去南投替蔡培辉复选。两党主席咧拼的意思真高。朱立伦表示，国民党可以是乡亲支持，加对政治的肯定。他们是选举是最内行，而且还会动用各种的机器来对付李明珍。但是我们有信心啊，
我们用我们勤跑基层扎根地方。李明金表示，感谢罗水溪所的乡亲支持，这摆佫出来参选，也是伊最后一战，有信心会当用政绩换得国民的信任。也毋过也烦恼民进党会动员各种资源进行抹黑战。外来的政客啊，变得开始敢大抹黑，所以各位啊，咱这摆吼，民进党安尼抹黑，安尼抹黑啊，咱甲听听啊，当作互变方啊。另外，民进党立委补选参选人蔡培辉，初时来到南投民间走访基层，也强调这摆个阵会用更加谦卑的态度面对民意，同时反映地方需求。也毋过，伊也阁质疑林明进南投市的大老钱为倒位来。我是一个大学教授，然后认真工作，努力存钱，啊，只能够有一个简单的安身立命之处啊！我并不知道林明真为什么这么多财产。另外，民进党前立委段宜匡也压了，林明真在2014年担任立委时，将立法院的公务车甲驾驶占作家己的，直接提来遭选馆长的刑庭。蔡培辉电影也批评，使用纳税人的税金提供个人竞选需要，未当让社会接受。林明真电影表示，迄当时拢是依据规定申请，佮经过授权同意派车，无违法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有风声讲，驻美代表小美琴可能会做赖清德的副总统来拼2024的大选。虽然小美琴本人否认，不过佫传出讲，小美琴最近就会回来台湾。外交部嘛已经证实了，讲伊会回来和国保会交换意见。参选的风声还未过，人佫拄好要回来，当然会引起外界猜疑。不过民进党的立委表示，大使回来报告工作是正常的代志。按照国民党嘛认为讲，即马讨论大选要上早。其他任何的政治话题都是无中生有的想象，其实不用再多做讨论。洪点名可能搭配副总统赖清德担任副手，迎战2024总统大选。驻美代表萧美琴顶日驳斥，强调唯一目标是为台美关系努力。也毋过，即马传出萧美琴最近会返台，外交部证实萧美琴会回来甲相关部会交换意见。萧美琴大使赴美任职已经满两年，将于近期公务返国，就当前对美工作的进展跟规划，与国内相关部会交换意见了。萧大使到美国之后，也确实有大概有两年半的时间了。那所以在这个环境之下，确实也是适当的一个时间点，来返回国内进行这个返国述职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外交部指出，驻外大使依规定公务返国是正常的外交工作。不担任驻美代表处政治组的刘宜雄表示，驻外代表任职两年到三年了后返国述职。是真合理。小美琴可能会就民众关切的台币贸易、运输安全甲跨部会进行意见交流。也毋过，小美琴返台时机点，有原引起外界好奇，敢是关系大选布局？可能的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他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在这边，在他们还没有人选确定出来的时候，我想说，我们也不便智慧。总统马英陈建仁上任之后的表现吗？行政院长陈建仁上任了后，初时甲总统蔡英文。当地是在西部银行，针对两岸情势严重，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讲目前无访台计划，但建议做出回应。麦卡锡，众议长，他的行程有他自己的安排，那我们欢迎他。那他的行程，我们尊重他自己的决定。陈建仁表示，麦卡锡对台友好，尊重伊的决定，也欢迎理念同款国家的国会议员来台访问。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极端气候造成美洲南北两边的天气是天差地，北极寒流扫去北美洲，致使真侪所在断电。美国气象局测到，咱人身躯感觉的温度是-79°C。民众一出门就会冻着伤，啊！那地里是热甲火烧山，烧掉47,000多公顷的山拿，而且有人是未护照和会休息。出去散步的狗仔一直伫结冰的路面，强要出去跋倒。尽管天气好，小动物也无得忍受。伫去年底冰风暴侵袭亚当假期，北极寒流搁在侵扰北美洲，先是美国南部德州落大雪，造成至少11人死亡，超过28,000户来停电，真侪航班停飞。即阵是轮到东北甲加拿大，估计有160,000人会受到极寒的天气影响。
拜五，美国国家气象局在东部华盛顿山州立公园测到当地史上上界低温的记录是-43°C，风寒体感指数更加达到-79°C。警告民众卖出门，因为伫室外若是停留10分钟，就可能去冻着伤。马州甲纽约州真侪学校宣布停课。另外，地方政府也赶紧开设避难中心，和民众来防守。镜头转来到南美洲，却是完全无同的情形。法新社报道指出，地理中南部地区超过40度的高温，伴随着时速60公里的强风，造成野火烧滚两天。即阵已经40,000+公顷的森林地被烧了了，100多间的房屋受到损害，至少13人死亡，其中包含一名消防队员。Se desplazaban en vehículos. En un caso se calcinaron porque fueron alcanzados por el fuego. En el otro sufrieron un accidente, probablemente tratando de escapar del fuego. 地理官方估计，全国大约200多个大火点，其中56个真歹拍摄，大火造成高速公路车也无得行，首都南部这座城市民众也向紧急来疏散。当局已经派出军人加消防队驻守在农业区加林地，想要来阻止灾情继续扩大。公司新闻牛眼编译。欧盟甲乌克兰举办峰会，欧盟宣布制裁罗西亚第十轮的新方案，嘛要开始调查罗西亚伫战争的罪行。啊，乌克兰当时会当加入欧盟咧，目前是要无答案。另外，峰会进行的时阵，罗西亚嘛继续射飞弹攻击乌克兰的东部地区。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七三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开峰会，双方顶一摆举行峰会是俄乌战争爆发之前，这是欧盟外员第一摆访问交战国，强调欧盟对乌克兰的全力支持。冯德莱恩带予乌克兰的好消息，除了600亿欧元的军备和基础建设的援助，欧盟也要在2月2日俄乌战争满一年的时阵，对俄罗斯实施第十轮的制裁，同时也对俄国提出战争反省的调查。We are discussing what kind of institutional setup is necessary, but for us it's important that we have the political will to make Russia pay for what it did to Ukraine.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记者会公开表示，乌克兰的独立和安全关系欧盟局势，会协助乌克兰暂时抗俄战后重建。Ukraine is the EU, the EU is Ukraine. Let's make it happen. 虽然欧盟带来实际援助计划，但过乌克兰上关心的入欧议题，欧盟目前并无提供明确的答案。乌克兰去年6月提出申请，希望借由入欧带动国内各项产业整合升级。泽伦斯基表明，希望今年能展开协商。在峰会登场的时阵，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发动军事攻击。峰会这一天，顿涅茨克东部的托列茨克镇和俄国的飞弹弹掉，克拉莫托斯克市区第七日也遭飞弹攻击，造成建筑物倒塌受损，超过10名居民伤亡。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来看新德市有一个本地在做水电的师傅郑中良。退休了后，因有兴趣就开始做锅仔灯，而且伊做锅仔灯拢是用环保的材料，不管是新竹的东门城、车头，还是日本的金阁寺，每一届拢做甲真有路。找观众朋友做回来看卖。利用纸板甲锅啊，豆豆勾出新竹火车头的红砖啊壁斗，这件作品已经做了一冬的时间，目前阁干那会当算是半成品。阁有新竹东门城甲日本出名的古城，每一件作品拢予人感觉有够厉害。这个做得很细致，对我最喜欢东门城，那我也很喜欢彦根城，因为我对彦根城的日本的彦根城印象也很深刻。真的不简单呐、啊哦，把惠子当为这样的话，是算蛮厉害的。今年75岁郑中良，原本是水电师傅，退休了用10多冬的时间。做出15件大型建筑物的环保锅仔灯，伊讲大部分拢是看相片都发到做出来。一件一件这样改，然后它的屋顶这些作品，然后就一件件一次做一次，一次进步这样，到现在做起来，我觉得还是很满意。凹凸不平这样看，人说哎奇怪，纸板怎么有办法做这样？这也是要花一段时间去摸索去思考。今年郑中良把作品提起参加一年一度的新竹城隍庙锅仔灯比赛，也成做这摆传统锅仔灯展览内底大家讨论上侪作品之一。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台温度。
部地区16度到20度。中部地区16度到22度。南部地区16度到28度。东部地区16度到24度。外岛地区9度到18度。阁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陈怡晶，明仔日同一个时间，咱再会。